胜局。这两个人真是有意思，决胜局。我们继续来看比赛。嗯，开球中带留下机会了啊。中带的机会，但是他如果要抬高杆位的话，说不定要非常仔细的来打。One. 嗯，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错的，看看能不能一杆炸散球堆。嗯，够呛啊。但是要走这个单独的红球，走单独的红球，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打法。然后震散，震散当然损失是粉球了啊。不过现在黑球也有一点点的难度。好球。带闷了，这个就带闷了。27。往左往右看都没有可下的地方，这就风险会极大。哇，这个球风险极大。27。为什么你光说这个氛围啊，真的是好喜欢啊，确实。看老张的了，接下来看老张的了。这个比赛虽说打到现在啊，还是不是很精彩啊，但是双方运动员还是很投入的，确实很投入，算不上很精彩。这颗球母球失位了，母球确实失位了，老张也要提振一下士气。嗯，好球，这球薄进，但是母球哇失位了，母球又失位了，这没办法，决胜局就是这样。白球也仅仅是放下来而已啊，嗯，仅仅是放下来，放的已经很不错了，很不错了。这球关键看白球啊，打薄了以后回来线路，哇，线路上出现一点问题啊。薄了，这两颗球还是显得有点急躁。我们看，现在他瞄的是中带，瞄的是这颗球的中带啊。我们注意看，这还是说明奥沙利文有点过于急躁了。
但是这杆球没有推回来太多。Five。这样的局面交给辛斯来打的话，也很难说啊，他能打到什么程度。关键是下方的三颗红球以及四颗红球。Ten。Eleven。下方的这三颗。24。刚说到下方的这三颗出现问题了，出现问题了。One。不过这个给胡老师留下来的这个赛台也不是很简单的啊，当然也和他的这种。作战的计划，也就是反正已经落后了嘛，所以照着难球来打。Nine。现在要边库的最靠边的这一颗，最靠边的这一颗，好球。Sixteen。角度有点大，拉到手架的位置。确实，对球会失去一些保障。这样的话呢，两个人轮流的交错的短暂的比分的上升啊。这样的话呢，还是心思翻带。翻带没有，这球没有，哇，这留下中台了。接下来的比赛仍然是未知的。运气还可以。上方也留下来的算是中长台的一杆。刚决定来打这一颗，往回拉。再回来，就养在袋口。哈哈，这个球也不是白给的，也不是白给的。打进的话，只好用黑球来形成连接。好球。领先17分，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小小的难题，还有一个小小的难题是在黄球。
这个先来打黄球。先来打黄，打黄而叫黄，连十八分。哎，这就是说，过渡到这个小面来打。来，这杆球呢，角度不是很舒服啊。多了，白球走多了，还好，及时的停住。哇，仍然是走多了，仍然走多了。六十二打进这颗再超分，这颗球，好啊，这颗球真是太逗了。这确实打不进啊，打不进。然后看这个，造成了非常困难的局面。哦，哇！哇，看运气吧，这球运气不错，应该运气可以。看怎么犯浑。好球，好球，感谢。这种防守是比较被动的啊。现在明显感觉心思是处在下风。形成后斯诺，后斯诺。这期决胜局真是一波三折，欧米加说了，确实。看运气，这杆球运气来了，运气来了，哇，只有一点点的运气。哎呦，这颗球要出问题，要出问题。老张能不能把这球推起来，是这又是一个问题啊，能不能推起来，推起来来叫到咖啡球。哦，打不进。推是推起来了。还是往黑球这个附近来放啊，后斯诺。拼呢，这球哪那么理智啊，真理智。哎呀，这个球可能会出问题啊，可能会出问题。这杆球露出下去。这个完了，这个完了，彻底完了。虽然角度不是很舒服啊，但是先超分吧。这时候现场有一些卡顿啊，先超分。老张运气，超分打不进，接着干。这球还是不行啊。对，确实非常稳健的。前后斯诺，又是后斯诺，这两边都是夹着老张啊。
这杆有可能要出问题。可能被奥沙利文金三角翻进去吗？香港球迷真是的素质啊，真是让我吃惊，真是啊，确实。咖啡就差了一点，不过已经实现了把篮球打起来的目的啊！这边奥沙利文可以来选择进攻了，可以来进攻了，没问题！哇，哈哈，奥沙利文终于拿下了这场艰苦的比赛，非常的艰苦，非常的艰苦，2-4落后，5-4实现了逆转。这时候霍老师一个语重心长的找他谈话。决胜局啊，